好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把这期 DJ 第三十三。现在十一点了，明天要上班，所以就赶快来抽一抽吧。刚练啊，刚练。幸好我提早说，哎，不对耶。哦，我还以为它是一个池子。然后，哎，二月十四号，那应该 bug 了。我记忆中就算是大账号也是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我那个时候好像只刷了降临嘛，而且是免费的那只，所以就先抽吧。目标嘛，三加一，然后这个三，这个二。就算了，还是没查好。就这次想一下吧，应该也就1000石头吧，加兑换券那些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抽到点好的东西。为什么两只流星？Hello。常驻。哎呀，我今天就懒得开镜头了，不想再弄了。没事，因为这是新账号，不是新账号，这是，干不是吧？三只常驻哎，不过是二账应该还 OK 啦。整一下素材，三省事库，先扩一下背包。Oh shit， 有了吧？好，四只常驻了。Why？ 哦，确定？有了！干！哎呀，50抽没有一只，应该会哭。哦，干！将军，上蛋黄。哦，留一点，你比较 all in， 啊，顺便打账号也抽一下，还是我先两个账号。第一弹两个账号，第二弹号。先第一弹吧。不是，我刚刚是抽第一弹的，那为什么抽了两只将军呢？我这个抽第二弹会出第一弹的东西，几率很高。很的是呢，我打战后也抽第一弹哈。紫星。全解了，啊，出两只五星长出，我的吧，哦，大账号，我发现我大账号连四星都没抽过，真的只是登录拿奖励而已，
所以我是有活该的。德语是长处。打仗哈！哦，这个大了。OK， 老爸。那刚好出了蓝斯洛特。哦，有一只老爸，大战号也出了老爸。哎，原来有特效的，帮你按，飞一下飞一下。所以我现在老爸有三只，再加一只艾利克，有三蛋环吗？我操，真的耶！OK。大战号三蛋黄，先合一下，看什么时候有一键合成。勾弹珠，什么时候能一键合成？现在有三只老爸，三只女将军跟一只艾利克。等一下，一个人弄两个账号很烦，同时间很烦。最后十抽，现在我老爸跟将军都够了，还是我这样？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想。马斯坦古有三只啊，比较喜欢他，其他都普普通通。喜好值来说，强度不一样，但是没问题。好的，再来四张，这个是全低的。如何？事情应该很多事情了。第一抽的话，抽十抽的话，好多蓝方哦。OK， 不知道为什么又是在第一弹出第二弹的东西，非常奇怪。三只老爸，三只将军，一只 CP， 一只男主。我们大大出了奥登光 ，Armstrong， 给、okay ，好的，账号来的，全是。是 不对，是在抽第一弹呢、啊？这不是第一弹吗？这是第一弹、啊。好，怎么奇怪？
好久没有自选了。来谁不好来这个？等一下，听一下吧。好，再二十。对对对对，刚好。跟林药一只都没有哎、欸！喂喂喂，不是吧？炸一下，炸一下。总结一下，我们有三只将军，对，四只老爸，一只 Mustangus 的 CP， 然后一只男主，非常的不妙，因为我的第一弹非常的可悲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干一下了。然后我应该很快就晋级，然后把合作再打一打，应该也够个二十抽吧，每个账号，希望啊，之后再补一补第一弹的角色，不然的话这个第二弹太多也不是。对啊，我刚刚有三个账号就是在抽第一弹的，然后全部都抽第二弹的角色，怎么办？这个，